大家好，我是小玉，我起床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海牙的一个朋友家，很久没见的一个朋友。然后今天我们跟他们去玩游戏，还要在9点半宵禁之前赶回来。海牙到我们家差不多1个多小时的时间。现在呢，我要来做一下早餐。早餐呢，一般我们吃个面包、三明治什么的就 OK 了。然后把面包冻起来是比较能给它保鲜的一个方法，它也比较容易解冻，就放到冰箱里，不，放到微波炉里边叮一下，叮个30秒，它就解冻了。早餐做好啦，水果，还有一个 yogurt。我们今天去朋友家带一些玩具游戏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带的全部游戏。然后现在把它装起来。Yeah, go ahead。现在来到车库，这个车库的设计真的很不方便。我们从街上直接回家的话，只用过一道门；但如果从车库回家的话，要过一道门、两道门、三道门，再加上家门。今天天气蛮好的，然后路上车其实还挺多的，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，大家可能就想要去海边。What are you saying? Sorry, I can't quite hear that. I didn't catch that.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